埃森国际卫视和腾讯视频联手为您打造的北美电影新势力。北美电影新势力为您带来最优秀的中美微电影作品，挖掘最具潜力的青年电影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oca。 那么我们北美电影新势力也是为了新进的导演呢提供一个能够展示自己作品的舞台。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厅做客的嘉宾呢是一位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美女导演，她现在呢也继续在洛杉矶深造。那我们欢迎孟孟导演。孟孟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名字很奇特，大家一般是叫你孟孟呢还是孟孟？一般我爸妈呢会叫我孟孟孟，我朋友就叫我孟孟孟孟。好，那我们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叫孟孟，我来自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的电影专业。哇，好简短的自我介绍啊。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今天带来的是一部恶搞剧，是发生在古城西安的一个盗米案件。古城西安的一个盗米案件，那里面的主角是不是像我们佟湘玉一样具有陕西口音呢？倒不算了，还是说的是普通话，有一点点小腔调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来自孟孟导演的不差米。Thank you.
我求求你了。老板，你吓死我了。啊，我说你在干嘛呢？我，嘘，老板，我昨天晚上听见凉皮之母的声音了，好恐怖，好怕怕啊。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告诉你，一看我就知道你做贼心虚。你说这米是不是你偷的？米，我没有。没有？不是你，难道是我？老板，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冤枉。别碰我。我冤枉吗？你不用解释，给我滚，滚。老板不要，我冤枉。别碰我。老板，我真的冤枉。老板，不要了，老板。哎呀，你不能说了，滚，你不滚是吧？我赶紧。哎呀！上气不接下气，穿上飘子，穿上大衣，出门打个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一股香风腊月，要叠饭论美食，还得蔬菜三秦大地。走来不去什么哪里的东西粉儿，好好赏个一看俺们的鸡蛋擀面皮儿。给的汉堡包看价钱卖的美，一个辣汁肉夹馍，走把你 PK 的早不见面。来根猪肉香来口。现身了，米神，感谢米神赐予我家源源不断的大米，感谢感谢，米神，感谢米神。嘘，老板，我昨天晚上听见凉皮之母的声音了。
到北美电影新势力。好，孟孟导演这个结尾是相当的奇特哈，我没有看到最后一分钟，当然是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收场。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穿越的这个剧情来作为收场呢？这个是受到我一个同学的启发，他有一次就是跟我们提说，如果有一面墙，这一边放的东西在那一边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拿到，就挺好玩的。然后我就想到，哎，这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就可以把它写成是时空穿越啊。那这个点子是从他那儿买过来的呢，还是他借你用一用？他借我用一用。那我们看到这个很搞笑的一部短片啊，里面的演员呢，不管是店主也好，还是店员也好，他们的语言、动作还有神态都是相当的夸张啊。那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人物设定呢？这个就是我个人风格啦，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夸张，比较戏剧化一点，所以我导演的时候就也是希望演员演得比较夸张，这样我觉得比较幽默一些。啊，那也是不是拥有肢体语言之后，也让我们美国的观众能够更加的理解幽默？对，这也是一个考虑，因为这个完全发生在中国，讲中文又很有中国特色、中国文化在里面，可能呢外国的观众看了以后就没有共鸣，所以又加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呀，这种掉内衣裤啊这样子的镜头，这样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可以 relate 体会到幽默。对，没错。那说到这个中国的文化，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孟孟也是在香港进修过，然后现在又在美国进修了研究生，都是学的电影专业。那为什么最终还是要选择在来拍摄我们内地的题材呢？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在国内发展，在国内拍电影，所以就在美国学了以后呢，希望能把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理念可以运用到在国内的拍摄上，并且也非常希望能够把中国的真正的面貌展示给外国人看。好，那刚刚已经说到我们孟孟是在内地出生长大，然后又去了香港进修，现在又在美国进修啊。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在三个地方都待过。那这样三个地方的人生经历阅历呢，有没有对你的电影，对电影的了解有所影响呢？肯定有的啦。其实我是在东北大连出生，然后呢在11岁的时候我就去了加拿大生活了一年，然后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在广州生活了6年，在广州生活6年之后又去了香港上4年大学，然后又去了旧金山上了1年的学，再来这里上了3年的学，所以我走来走去很多地方，即使只在中国内地呢也是南北都待过，这些风土人情非常不一样。原来我的家乡呢就是大家都很直爽，就像你知道看看小品啦，赵本山、本山大叔都是那种俺们那嘎的什么什么，就是不差钱儿，对，不差钱儿，翠花上酸菜那种。但是去了南方之后呢，就感觉每个人城府都挺深的。是吗？每个人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事情，而且比较注重隐私，这个跟在美国这边也挺像的。就大家人与人之间是隔了一道墙的感觉，他们对你笑，但其实不是，心里并不是真的对你笑。心里在想，我其实还差一点钱。对，那就跟不差钱就差远了。对。然后在香港呢，就跟在南方差不多。所以每个地方真的差的挺多的。走了很多地方之后，觉得，看世事会看的不太一样一些，所以拍的题材可能会跨越挺大的。你像我也拍这种很搞笑的恶搞的剧，但是同时我又拍一些艺术电影。有时候拍一个励志片，有时候拍一个动作片，就是我的兴趣很广泛，然后爱好都比较广泛，可能是因为走的地方多了，就像人旅行多了视野就打开了一样。没错，我们也很喜欢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导演。谢谢。那我另外看到一些这些中国的演员也是演得相当的专业啊，那这些演员是在中国找到的吗？对，他们是西安当地一个青年学校专门学表演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们一个期末的一个表演吧，像期末汇演一样，然后就他的老师邀请我们剧组去了，去了以后刚好看到这两个主角，这个演老板的人他就是很正经的那种革命家那种感觉，然后那个伙计他刚好演的就是一个挺小瘦的，也是这种，哎呀，我求求你了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两个人就是为我这个角色而就天造地设的一对，所以就请了他们两个来演，挺好的。那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这个名字不差名，我觉得也取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名字是有什么由来呢？这是有一个小内幕的，不差米的这个米呢，
是我的小狗狗的名字。小狗狗叫什么？叫小米。哦，叫小米。对，我跟我搭档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小狗嘛，所以就想以它名字来命名这个公司，所以这个公司就叫不差米。哇、wow, 所以自己成立了一个影视公司。对对。那所以这部影视作品呢，也是和这个公司也是相关的。对，是算是公司正式成立以后第一次拍的片子。哇、wow, 那恭喜恭喜。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下一个环节，我们进入幕后揭秘。好，欢迎来到幕后揭秘。那么今天孟孟导演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电影专业知识呢？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两个人的对话在电影里是怎么拍的。像我的电影里有很多两个人这样子，你来我往的说话的这种镜头。这种我们在拍的时候呢，就是把机器架好，先对着 A， 然后我们两个人把对话说一遍，把你的全部拍完，然后机器再架到这边来拍 B， 两个人再把对话同样对话再说一遍，然后把 B 的镜头拍完。哇、wow, 所以说其实像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一段对话，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时候电影制作当中是拍摄了两遍。哇、wow, 看来演员也是相当的辛苦啊。对，那所有的对白都要背的一模一样吗？对对。哇、wow, 好的、那谢谢你回答我这个问题。那我们马上来进入观众提问的环节。今天这个观众问的问题和刚才你所讲到的有一点相似啊，就是看看美国电影和中国电影的拍摄区别有什么。这个呢，从我这么多年学习来看呢，是美国的拍摄非常有系统，非常分工非常的明细。导演、副导演、制片、声音、摄影、摄影助理，每个人的工作都分得非常细致，这样你在片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负责什么哪一块。比如说我是演员，我在现场，我想知道几点吃饭，我就会跑去问副导演，不会去问什么场记，也不会问导演。这样效率会高一些。当然也是就是一个工作习惯了。那这样是不是花销也会相对于来说要高一些？每一个人就要一份工资。哦，哇，好的，谢谢你，谢谢孟孟导演。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孟孟导演给我们这些即将要来到美国进修电影专业的同学们说一句话。我希望在来之前呢，同学们要想好自己想干什么。是想要拍商业电影呢，还是要拍实验电影呢，还是要拍艺术电影呢？这样呢，你来了这里以后，时间才不会白费，才会得到最大的利用价值。没错，要树立好明确的目标，才能够最好的利用自己的时间。那孟孟导演在来美国之前是想要拍商业电影呢，还是艺术电影呢？艺术电影。哇、wow. ，我一直都是比较感兴趣艺术电影，而且现在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看很多艺术电影，深造就是加深自己的艺术造诣，然后尽量的多实践。谢谢。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北美电影新势力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后呢也是能希望多多看到你最新的作品。谢谢。好的，那寇克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北美电影新势力的颁奖典礼呢将会在1月21日至1月23日在比弗利希尔顿的金球奖的举办地点举办，所以呢也是欢迎各位呢踊跃参与报名，我们的报名方式就在节目的下方了。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北美电影新势力，我是寇克，拜拜。Father, I have to confess, I'm an alien. This is me, Dr. Jian from Planet R, on a secret mission of spying on humans. And this is my subject, Alice. I seriously doubt all her taste, except for men. Cheers. Aren't you just the cutest thing ever? Every time when I finally capture their heart, Alice dumped them and met someone else. Ah! Aha, look at her. Hey, hi, Chico.This is Mimi. Hey, Mimi. Hey, handsome. Hey, beautiful. Not talking to you. You look great in pink. I like pink. Man up, man up. 行，好，好。